主播，你怎么打开奇怪的东西？这 UI， 这画风，这声音，没有吧？没有吧？主播，我听到窗外有一堆警车经过，哎，冷静点，冷静点，我不敢置信，你不能吧？你一定要相信的吧？蓝猫居然这种人，我只能说大家冷静一下，大家冷静一下啊！我们今天呢要来玩的这一款呢，又是来到了我们大家最喜欢的那一个环节，哪一个环节大家还记得吧？懒在养环节啦，好不好？懒在养环节，我们今天要来玩这个小黄油，小黄油啊！大家不要紧张，也不要检举啊！我们今天玩的是合家欢乐版的，好不好？主播有没有一款随着祖母离开人世，主角变成孤身一人，收留他的居然是一位经营着女校的同龄大小姐，无处可去的他只能穿上女生制服住进女生宿舍的游戏？有啊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推荐的这一款少女领域哦，东美东美 ，Siri Fini 的这一个发行商啊，东京的这一个发行商呢，他把日本的 PC game 的在地化变成这个英文以及中文的这个团队，跟各大开发商的联手这个携手合作，那要把这个精彩的游戏呢献给全世界的这一个玩家。这一款少女领域呢，它主要的这个平台呢是 Steam 跟 JOHREN， 我的左边。这边有一个 Steam 下载跟 JOHREN 下载，如果你今天想要玩一个合家欢乐的版本的话呢，你可以去 Steam 下载。那如果你呢，比较不喜欢合家欢乐的版本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在 Steam 下载了以后，去这个 JOHREN 的这一个网站，右上角呢会有一个 Change 的这个功能，会有这个分成这个18岁以上跟18岁以下的这一个版本的差异。你要是点了这个 Change 以后呢，你就交换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再点击左上角的 PC 单机游戏，查所有的游戏，然后查到有一个叫做 Steam 补丁，把这个我们的少女领域呢，再完整一点，有一些在 Steam 上面呢没有的这一个内容，就可以直接的给它补好补满了，对不对？补丁是免费的啊，这个懂的吧？懂的都懂。我再度警告各位，如果你要登上这个 JOHREN 的这个网站，然后呢，你又不小心点了右上角的那个 Change， 那你一定要好好注意阿姨有没有在你后面看。叔叔有没有在你后面看？爸爸妈妈、弟弟妹妹、哥哥姐姐、爷爷奶奶有没有在你后面看？因为呢，这个网站上面的那个补丁呢，就已经会有一些这个试看的画面。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无依无靠的主角父母因为事故身亡，在奶奶的照顾下长大，没有熟识的亲属，要一个人活下去的年纪，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他出现了。そう、あなたのことよ。こんにちは、アスカ、ミナト君。声音轻柔可爱，是我们 Marco 老师画的。再度跟各位讲一下，这个游戏啊是有得奖的，2016年6月月间奖，2016年最有话题性奖。私の名前よ。它叫做西园寺卡莎莉。西園寺さんというと、え、あなたのおばあ様は長い間我が家のメイドを務めてくれていたわ。小さい頃、あなたのおばあ様に育てていただいたの。実はばあやから、え、一度。そうだったんだ。勝手に押し、私の学園に。要不要来我的学员呢？ある学園の理事長をしている。我在某间学校担任理事长。你这个年纪都可以担任理事长了。どうぞ。请说。あのですね、お嬢様。听清楚，听清楚。何かしら。これってあんまりじゃないですか？どうして女子の制服なんですか？为什么是女生制服？女子校だもの、当然だわ。聞いていませんでしたよ、女子校だなんて。あなたのおばあちゃんが、でも、ばあやは小さい頃忙しい旅、上手にお絵描きできた、優しくて。OK、我已经知道要怎么样让别人女装了。冰心女装吧，
我跟你奶奶约好了。好可爱，娶她成为新娘。わかる。如果我是男人，绝对不会错过她。抱紧我，抱紧我。なんか、みなと、なんか、そう言わ。好像跳过了一些好像跳过了一些情节，好像有一些很重要的情节被跳过了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应该要去下载补丁的情况吗？上面那里有没有看到？先在 Steam 这边下载购买，再去这一个 JHIEN 下载补丁。补丁怎么比 Steam 版的容量大？那补丁很大哎。毕竟那个补丁要让你更新一些图片，还要更新一些你的那个音乐声音啊，声音啊。ただいま。あ、早くさ。おじゃ、おやつ。ちょっとくらいは我慢しましょうよ。哦，原来可以这样子调哎，好酷哦！もう一人の日向さんも微妙にゲ、あなたの要するに問題な、そのこともいえ、楽しく。你说这个功能在有补丁的情况下很好很有用，是不是？好像是哎。ですから、ちょっぴり親近感も湧いたと言います。对啊，他完全可以到处看看。そう、ね、はい、迷惑。楽しだったら、いえ、前から理事長って、とても、でも、これから、そう、頑張って、あなたにも、みなと。好像又有一段剧情不见了，又怎么样的嘞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感觉好像刚刚这一段好像也是要补丁去补充一下剧情欸。我刚载了一下，他说补丁的方式安装很简单，只要把它放进资料夹里面，它就自己用了。好，我决定之后来玩补丁的版本了。好，再跟各位讲一下，我们今天玩的这款游戏呢叫做《少女领域》，补丁可以去这一个 JHIEN 这边下载。那下来以后呢，有一个 Watch Me， 它会告诉你怎么样装。没补丁的版本呢，合家观赏。那剧情呢，就是我们这一个男主角啊，去女校发生的一些逗趣的事情。有补丁的版本的剧情，就让大家自己体验了。毕竟这个好像不太能够直播给大家看，还是怎么样的？咪咪讲，今天吃了什么？吃了卡哇伊。接下来你要做什么？接下来不睡了，明天再努力。啊，那 boss 啊，那你 boss 天才？哎 ，boss 天才 ，nice nice 天才，哇！